各位在闷热的这个场地还是一样留在这里等我来跟大家致意，我要深深一鞠躬，谢谢大家。因为你们让我更有信心，年底市长的选举我们大同区一定可以开出高票，对不对？台北市我相信是我们所有乡亲都非常熟悉，有大家共同的记忆，也是大家成长的地方。过去有繁华的街道，有平凡的商业活动，便捷的交通，完整的社会福利，但是在桂林这背里，我想起你都快就清楚，相关的建设怎么样，都停滞了。我跟各位报告，我们不管是联合报的调查，台北市民的光荣感、幸福感，都是敬佩过度。过去我们身为台北市民的骄傲，现在都不在，变得非常的暗淡。台北市不再发光，不再发热，这是因为我们的主政者已经心不在焉，台北市的团队一直找不到方向。我跟大家报告，过去这七年，台北市的人口不断的外流，我们留不住人才，大家都往外县市搬，我们人口流失了多少，知道吗？20万，过去七年搬走了20万的民众，而且这当中有60%都是年轻的爸妈带着孩子，都是年轻朋友，表示台北市的竞争力已经下滑。经济学人的报告说，全世界宜居城市，台北市今年排名第53名，是比去年退步了20名。各位，我们要重新找回台北的光荣感跟幸福感，好不好？好。过去这2年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让台北更加雪上加霜。不只是疫情影响到我们的健康，而是民进党的政治防疫，让台北市民受尽苦头，对不对？口罩之外，要疫苗没有疫苗，要快筛没有快筛，要台北市民，各位乡亲，你们冒着风吹日晒，大排长龙去买快筛，有时候还买不到。这就是我们的政府什么都没准备，就要放任民众与病毒共存，这就没道理，咱大美美都接受的，对不对？民进党用这一次的疫情当成他们垄断权力的机遇，借由人民的苦难来当成赚钱的工具，对不对？现在还要掩盖相关疫苗采购的真相，大家知道吗？陈时中前部长甚至要把疫苗采购的合约封存几年啊？都可以公开疫苗每一剂的价格、采购多少数量、到货的期间等等，包括波动的红海、瓷器，都可以公开，都清清楚楚。为什么？就是指挥中心陈时中，你不敢公开，不敢面对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些人抓住每当加许的东西，结果今天防疫让台北市民吃尽苦头，现在要隐藏这些真相，30年，等陈忠100岁才能清明。今天他要来选台北市长，这样的候选人我们绝不接受，对不对？对。各位乡亲，过
去这几年，我们生活得非常辛苦，不只是疫情，年轻朋友留不住，大家不断的往外搬，收入减少，年轻人失业率持续攀高，物价上涨，但是我们的政府却不断的制造对立，造成社会上面的撕裂，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。之前对于我们国家有非常大贡献的公务人员，民进党政府却污名化他们，说是只领退休金的皮毛，甚至把对于跟他们不同意见的人打成中共同路人，现在还要强推中介法，要钳制大家的言论自由，这样的政府我们无法接受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反叛之家，拜托说一口清晰，以你理念，哪怕是一定会选举，但一定爱好少年人的机会，把咱少年专扬价值。我相信，我有信心，也有能力，一定可以带领台北市成为国际一流的大城市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要公开透明，清廉执政。我们要告诉所有的乡亲，未来我们每一笔花费跟支出，一定清清楚楚，绝对不会像疫苗采购一样，不得见人，好不好？好。大同区是台北市过去见证百年繁华的地方，我们保有最完整的历史文化，我们也见证了百年的繁华，当然也面对历史留下来的课题。所以未来对大同区，我也会推出河岸老城区计划，希望结合我们城区的发展以及河岸景观，融合在地的文化历史以及自然环境，重新打造及定位我们河岸城区的未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再来，文化保存非常重要。星期二，我和叶副议长、林副议员，还有采薇市区，我们从一早六点走遍大同区的大街小巷，实际深入了解在地的特色文化。不管是走访大龙洞区，还是迪化街，还是霞海城隍庙，我们看到了大同区它的力量，它的实力。所以未来我也会积极的把这些文化除了保存，也要将它发扬光大，吸引更多的民众、观光客前来体会我们大同区的好，大同区的美，好不好？晚上，我更深入走访了宁夏夜市。我们林定国理事长也在这，他带着万安去实际了解在地商家他们的苦，他们遇到的困难。所以让万安未来也更有信心，提出具体的方案，来让我们的商圈面对疫情后崭新的局面，让我们的商圈再次繁荣，让我们大同区再到百年繁华。大同区有历史，贵人我拜访威杰立丢，所有立丢拢甲我讲，大家企业都跟都市更新，要加速，要大力的推动。我也提出了未来台北市都跟的具体做法，除了要扩大量能、增加预算、补足人力、缩短都跟的审查时程。第二，未来要提高捐赠公益设施的容积奖励，提高民众参与都更的意愿。第三，要扩大策略性都更的划设范围，比如说在内湖，我们希望让民众能够在地就业、在地居住，也解决交通的问题。第四，我们未来上任以后，最优先积极处理台北市的海沙屋，四年任内一定先把海沙屋全部解决、全部处理，改善大家的居住安全，好不好？好。再来，我已经有讲，
诚实的贡献跟付出，现在让市政府来回馈、来照顾、给予尊重，这是一定要做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另外，对于年轻人，我也提出，对于年轻爸妈鼓励生育，从现在的生育奖励20000块，双倍提高10万，好不好？好。也让年轻爸妈生第二胎，只要符合辅助社宅的资格，直接进入，不用抽签，而且租金8折，好不好？好。就是希望营造一个更友善育儿的环境。我们要给年轻人希望，我们要照顾老人家，我们要台北市充满活力，再到台北的百年繁华，阿里泡泡。结果我的对手唐权批评啊，你这样加码发生育奖励，这样只是花钱。我跟各位报告，今天台北市人口外流，60%都是爸妈带着孩子离开，是因为他们生活负担太重。未来我做台北市长，台北市一定用尽一切方法减轻年轻人的负担，这是政府的责任，是万的责任，对不对？这不是乱花钱，这不是无意义的花钱，因为投资下一代就是投资台北，对不对？最近我一直在思考，我到底要留给我们下一代什么样的台北？我们看的不是4年以后，邦心背离一郎，或是10年、20年，我们看的是更长远。台北市未来50年，我们的下一代是不是可以以身为台北市民感到骄傲？好不好？好。我们需要一起努力。晚安。当2届立法委，我从政的初衷就是政治是要让人民的生活过得更好，我会持续秉持这样的初衷。我也希望未来能够透过创新的思维、科技的方法，打造有序的台北，让台北市真的能够借由翻过去国际的经验，办更多的国际活动、国际的赛事，能够让台北站上世界的舞台，走入国际，也欢迎所有国际友人来到台北，带到产业的发展，再到商圈的繁华，拼经济，拼发展，安尼好不好？好。意大利，我就感谢吴碧珠议长今天特别前来给万安鼓励。大家看我一下好不好？吴碧珠议长不需要万安多说，多介绍。大家对于议长过去为台北市每一个区块努力的付出跟贡献有目共睹。今天他再次来参加万安大同区后援会的成立，我就高兴，就感动。再次感谢吴议长。同样，我也谢谢周守训周大哥啊，还有我们董事长，一直以来啊赖总啊，对于我们大同区这么多年下来为大家打下的根基。今天也是我们周守训周委员的生日，大家祝福他生日快乐吧！当然，我也要谢谢我们每一位后援会的干部，因为你们让今天即便非常闷热，但是我们心中汹涌澎湃。最后90天，把安爱拜托周永清起床，把我倒丢牛倒酸团，安尼才有机会，安尼好不好？这一次我们面对的选战非常艰困，对手他们有庞大的行政资源，有庞大的竞选经费，很多朋友媒体问我，万安你怎么办？
我跟大家报告，他们有钱，我有双脚，我会积极的行走，一步一脚印，争取市民的认同，好不好？好。也要拜托各位，当官的分身，我们没有资源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们有一颗坚韧的信心，坚定的决心，就像金国先生讲的，没有走不通的路，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，没有打不败的敌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拜托，我们拜托，各位同学们，辛苦。刚刚谈到，我们要留给下一代什么样的台湾？我们希望未来是和平、稳定、繁荣、富庶的台北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，台北要平安，票投蒋万安。台北要平安，票投蒋万安。台北要平安，票投蒋万安。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。那么，今次的这份前来，我介绍咱台东区4-4议员，跟大家挥手致意。第一个就是副议长，四届的议长，这次机会协调沟通提名，一届要拼连任，跟大家挥手致意。上届好的人是谁？吼，第二位陈明福，秉持着因爸爸奉献牺牲的精神，要来改变咱后尾车头的欢迎，予伊的政见带领。跟大家挥手致意，也拜托大家来听啦，甲支持。第三位，咱国民党爱新杰刘彩薇，国民党的发言人，嘛 TVB 的做主播，即马要来参选议员，拜托刘彩薇新人，予伊一个机会。那么，咱的王浩国家的议员。一家的小的局长，即马从这个房来交予伊的高世进，人讲戏袂听，徛久冇机会，拜托大家高世进，谢谢，真是。万安在大同区造势大会的全部讲话，大家都听完了吗？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觉呢？其实。我个人跟着蒋万安拍摄到现在，感触良多。万安他的讲话越来越犀利，他的讲话越来越针对重点，他的讲话越来越针对人民的感受。大同区的相关建设，他在擘画当中，年轻人的愿景，他都摆在心里头。他说的，你们是不是都能接受呢？让我们大家一起支持他，让他当选。谢谢。欢迎大家踊跃订阅800温馨家族，并请点选小铃铛，选择全部哦。谢谢大家。